好，这是南博上涨，中华队当家射手，右边底线的第一个点，目前进了一个球。好，射球花球也进，目前拿下三分。这把握射球很重要，一颗抵两颗啊。Moneyball 这个球没有进。好，目前两个点结束之后呢，是拿下了五分。对选手来讲，一般的在比赛当中呢，是可能后卫传过来球接球之后外线出手，跟这个自己从篮球架上拿球出手有什么样的不同？哇，那个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啊！因为当然了，其实，在传球者的部分都会去找到球员当中最喜欢的位置啊，跟高度啊，去做到传球的处理。当然，这个架子是固定的。哇，所以你看吕振如，先不看他的分数如何，但是他分数是13分，就非常的恰到好处，非常的有经验。其实要玩到这个，要参加这个三分秀的比赛啊，基本上是要练。